非常的爽。左手漂亮，右手穿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米，我又来了。自贡美食很出名，秘制兔头行不行？香气四溢，很上头，吃的再多不上喉。开干，准备23个兔儿脑壳，先煎下冻，多换几次水，泡出血水啊。有四个是新鲜的，其他都是冻的哈。一次性买那么多还不好找，把耳朵剪掉，烦得很。有毛的地方剪哈，免得影响口感。在我们四川，一年能消耗3亿只兔脑壳，由此可见四川人对兔子的钟爱。阿哥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冷水下入兔头，下入葱姜、料酒、去腥，烧开出水，捞出来用清水洗干净。准备点米食老方卤一下，葱姜、白个香叶、桂皮、山奈、炒果、罗汉果、沙仁、凉姜、香茅草、小茴香、干花椒、干海椒，小葱一个，倒一点油，四成油碗下入香料煸香，炒一下更能激发香味啊。炒香后加入清水，来点老抽、生抽、冰糖、盐巴入底味哈，料酒，下入兔儿头。这一步很关键哈，三分煮，七分泡，小火卤30分钟后再泡30分钟，浸泡30分钟后捞出备用。现在都可以吃了，我们再生火一下更巴适。锅烧宽油，不要心动油哈，可以回收的。卤成油碗，下入兔儿头，炸一下，炸至表面金黄，捞出备用。锅料底油放入葱姜蒜末、海椒面、花椒粉，再放一点孜然粉，小火炒香，炒香后下入兔头，再烹入一点啤酒，去腥增香，大火收汁，来一点鸡精，淋入一点香油，要得了，起锅。再撒入点白芝麻，点缀葱花即可。一份川式特色麻辣兔头送给大家。就这个兔脑壳，我厚几点皮，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？谢谢大家。来哟，我请哦。要得，给俺整就是。来吧，哦，扒开。啊啊，可以吃，全是嘎嘎。兔脑壳肉多，你还开玩笑？沾点红油我还。哦。掰开，哦，一掰开，这个肉全部会吃啊。嗯。哎呀，非常有味。今天这个视频播出的时间是端午节哈，今天主食就是粽子啊，我们吃粽子啊。嗯，非常的爽。这样把下盘搬开，这样再分开，啊，这就可以吃了。这是舌头。嗯。嗯，这新鲜的瓜。嗯，一口就弄硬，一口就吸一口，知道吗？吃粽子。我买鲜肉粽，买肉的，没找着啊，没找着，现在没找着。烤到兔儿会好吃噶？嗯，哦，掰开啊，这样掰开就可以吃了啊。嗯。整一个，哦，朋友们还有啥子想看的、想吃的，欢迎下方留言啊，我挨着给你们做。嗯，滴点儿肉，你开玩笑？有滴点儿肉，你说？不走啊！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。Hello， 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想互动就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斌，我是大哥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